危险就到此为止了。持守重功德心，充分清洁不恶心，由低而高循序进，入浴水面不过心，分次浸泡好健康，时泡时修最舒爽，水温38到43，养颜美容又平安，留意通风别忘记，前后喝水好建议，疲劳微恙不下去，长途泡澡会嗝屁，空腹饱食别入浴，缓和休息那才行，泡汤放松要注意，讲究安全最开心。邀您处处多留心，开心出游平安归。